我们现在哦，假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做那个取代，有时候呢，我会希望像我们这里面呢、啊，是不是有 Word、有 Excel、有 PowerPoint？然后呢，我会希望就是说，哎，是不是在前面后面加点什么东西？例如说，我现在是不是这边有一个叫做小美？小美前面是不是有这个图示？这个图示其实你就直接用什么插入符号，是不是就做出来了？插入符号，例如说在其他符号这边，你就自己慢慢去找，一定可以找到这种图示。然后你找到这个图示，3010是它，那3011可能就是另外一边。好，那我觉得我重点不是要教你插入符号，插入符号大家都会嘛，你一定插入特殊的符号。可是如果我今天我希望把这个小美，假设本来这个符号变成，例如说这个符号了，这边有一个叫做符号，我用这个符号再插入其他符号的这个符号，就是我现在要一口气把小美前面不是这个符号吗？我要把它变成这个符号，然后小美的后面是这个符号，我要把它变成这个符号，这个东西的一个取代，我觉得还蛮实用的。举例来说，你里面如果有什么 Word、Excel、PowerPoint 的，你针对那个产品的名称，你可能会加一个特殊的符号去标记起来。那这个时候，假设你要换符号，怎么做？这边我要先介绍一下万用符号。万用符号就是心字号，心字号大家都知道吗？心字号就是我不管里面内容是什么，我只要换前面跟后面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心字号你一定要会。心字号就是万用符号，这我想应该大家都会嘛，可以哦。再来。当我们今天要截取这一个符号去做改变的时候呢，你前面一定要加一个什么？加一个就是不是加减乘除的除，是另外一边的这个符号。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假如说今天我要取用这一个符号。我要取用这个符号的话，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写成这个样子，这就代表取用到它。再来，因为它是不是一个万用符号，跟前面这边有一个我要取代的符号，所以中间要加什么？刮胡，刮胡。做区隔啦，为什么右边还要加一个刮胡呢？因为右边你是不是还要取代这一个？好，所以这边斜线，然后再加这个部分，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取法，就可以取到所有的这些东西。这两个符号呢，代表取的是它，这个万用符号，这个万用符号代表的是小美，就不管里面是小美，或者是小张，或者是那个小王，全部都可以。而且我们到时候去把它做取代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做取代嘛，这边是不是寻找到这个了？我要把它取代变成什么？我是不是要把它取代？因为我现在要用这个符号吗？所以用这个来去复制贴到这边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左边？那既然有左边，是不是会有右边？这中间会有一个，就是这个内容哦，这个内容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是左边，那右边是不是一样？
然后再输入这一个，这是右边。那中间呢？中间可能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，它要变成这个斜线一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寻找，这是我们的取代，而且它会变成什么？它就会从这样子，这样子变成什么？小美，好，我们来一起做一下。以前我们怎么做？以前我们是不是一个一个找，而且里面可能会有什么 Word 啊，加那个刮胡嘛，对不对？ Excel、PowerPoint， 好，你是不是会加一些特殊的前置符号、后置符号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斜线不需要。这个斜线不需要，这边是这样子一个符号小美嘛，好，我先把它复制起来，然后接下来我要去做取代，所以寻找这地方呢，我就输入左上到右下，然后贴上这个符号，然后呢左刮胡新字号右刮胡，这是代表里面内容完全不改变。然后接下来在右边一样是左上到右下，然后接下来是右边这个符号，右边这个符号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就是它会去抓，它会去抓什么？这个符号跟这个符号，可是中间内容不管是什么，不管是小美或者是小王都不管，然后接下来取代为要取代成什么？斜线，然后例如说我刚刚用那个特殊的符号嘛，所以我这边我先去插入一个是这个符号，然后一个是这个符号，好，我先把它复制起来，我想要把它变成。就是这个符号，然后呢斜线一就是原本里面内容是什么不变，然后再来就是右边，就是这个符号会变成它后面这一个右刮胡，这个符号会变成这个符号，然后接下来你必须一定要做一件事，就是使用万用字元。刚刚之所以找不到，是因为说，请问一下，这里面没有，就是我的所有的文章里面有没有，就是新字号，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左刮胡新字号右刮胡，没有，所以它通通找不到。可是它这边使用万用字元，它就会把这一个新字号带，不管你是什么内容，全部都算。好，接下来全部取代。他说总共完成了37项确定。你看是不是所有的小美，这边我就先关掉咯。这边我就先关掉了，关闭。你看是不是所有的小美都被我变更了。这个小美。可以哦。我们等一下要去挑战。这里面不是有很多什么Office 啊 ，Word 啊 ，Excel， 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一起来挑战这件事情。好，我们先介绍到这边，就请你先动手做一下，就是把小美全部都取换变成另外一个符号，记得要勾那个万用符号。